希望大唐能够有一天，百姓不再受战乱之苦，不再饥寒交迫，颠沛流离，能够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这大概就是太平盛世。这个世上从来就没有两全其美之事，它就是一根钉子，放在哪里都能扎出血来。高手对局，拼的是一个谋略的布局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应该我来问你吧。有些时候还是安度天下。你以为太子殿下会为了你株连魏家吗？你拿什么效忠我？刺杀太子殿下。他怎么了？死了。盗贼的鸭子都让他飞了。东宫，东宫怎么样了？你别摆出一副好像被我利用的样子。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。你敢杀我吗？我杀了你，自会以死谢罪。我该杀你。那你怎么还不动手？那是赌输了吗？气了就气了。